尼加拉瓜，位于以绵延火山著称的中美洲，是马萨亚火山的家乡。巨大的火山已燃烧30000年之久。漫长的岁月中，火山数次喷发出史上最大的火焰。熔岩、火山灰和气体描绘出火山喷发后周围的景象，空旷的火山中心地带却是一片荒凉。地球上随处可见，自然界已学会适应和利用这个临时地形的优势。自开天辟地以来，自地球首次苏醒以来，大自然与火山便形影不离。每当马萨亚火山摧毁围绕身边的一切时，生命总会从山脚下的火山灰中再次复活。500年前，西班牙人发现了中美洲地下以及马萨亚火山。初来乍到的这批人亲眼目睹火焰由巨大的喷火口冒出，于夜间无止境燃烧，火柱直冲云霄。当时巨大的熔岩湖与火山口沸腾着，面对大自然巨大的力量，人们惊慌失措，不知如何驯服这只喷火的野兽。当地土著为了平息火神怒气，将妇女及儿童投入熔岩湖的熊熊烈火中，他们称这座山为波波卡特佩特，燃烧的山。首批来此的传教士将十字架竖立于火山口边缘，以控制邪灵。他们眼中的熔岩湖是通往地狱的入口。马萨亚火山成为魔鬼之口，从中吐出长长的火舌，火舌所及之处无人幸存，包括人类及所有生物。
500年之后，十字架依旧竖立着，而熔岩已撤退至火山口深处。每天，火山释放出大量充满二氧化碳和硫磺的有毒气体，为下一次的大爆发做准备。这是休眠200多年后的第一次。过去200年来，火山口已成为令人窒息的火焰坑，似乎没有任何生物能够存活下来。熔岩湖留下的烙印与火星最大的火山有相似之处。熔岩不断流过火山侧翼，形成满目疮痍的景象，而厚厚的地壳上植皮如今才开始重新生长。天翻地覆的重创接踵而来，然而大自然从来就不曾因挑战而退缩。任何奇迹都可能出现，水就是救星。然而，水从岩石缝流走，消失于地面。为了在此生存，就得有能力保住水这个重要元素。阵阵风吹，第一孢子率先抓住风中已冷却的熔岩气泡。孢子先锋吸收水分，并攻占了岩石。熔岩的每颗气泡飞入孔洞及裂缝中，首批孢子赖以为生的第一撮泥土就此形成。苔类和蕨类植物能使这最初的土壤变肥沃，并能保存水分较久。受创的地面渐渐愈合，第一批树木开始安稳生长。终于，树叶首次长成树荫，为岩石遮挡炙热的阳光。每棵树守卫着有树荫的花园，原本藏在土壤里的种子终于露脸，并开始成型。枯叶落到地上，腐烂后变成含有可滋养幼苗的丰富腐殖质。花园里的植物以此方式生生不息。植物与黑色熔岩缠斗了200多年，终于创造出这几个分隔的孤岛。火山若能暂缓下一次的爆发，这些绿化孤岛便能有足够时间形成一片森林，其他形式生命的发源地。
传播花粉与传播种子的任务得交给森林的新居民完成。每一种生物都互相依赖，都尝试繁殖、侵略并占领黑色地壳，它们的发源地。树木茁壮，长成了参天大树，生生不息的世界征服了火山的四极。森林与灰烬中重现，长成了茂密丛林，对火山的记忆早已深埋地底。然而马萨亚火山底下暗藏着一个秘密，随着岁月的侵蚀，坚固的地壳已裂开，形成这隐藏地底世界的入口。入口有守卫站岗，为了防范未然，必须密切注意是否有更隐秘的入口。巨大的无花果树根部自然形成了直通地底的入口。火山内自成一个宇宙世界，庇护着森林再生至关重要的元素。熔岩流过山的内部深处，形成纵横交错的地底隧道。融化的隧道壁和玄武岩钟乳石，见证此地曾出现的高温。粘稠的热熔岩，曾经或快或慢交错奔流于森林底下，如今绵延数里的地底隧道寒冷又潮湿，下过雨后玄武岩渗出水分已达数日。巨树的根部往地底更深处探测寻找水源，直达火山的密室。蝙蝠在火山迷宫内建立了家园，它们飞到头顶上的森林中食用水果和花粉。然而他们得等待日暮时分才离开巢穴。每当黄昏来临，蝙蝠带着饥饿身躯飞出隧道深处，聚集于最大洞穴中。
蝙蝠情绪高亢，兴奋地从四面八方涌入。他们精心打扮梳洗，为伟大的出巡整装待发。蝙蝠集体行动，以便出门在外时能互相照应。黑暗的地心里，藏匿着一股巨大的、惊人的生命漩涡。成千上万的蝙蝠全速疾驶于完全黑暗的轨道上，却互不碰触。蝙蝠于入口处往同方向环行，身影完全融入声呐声中。待天色全黑时，第一只蝙蝠才能振翅飞翔，其他蝙蝠跟随其后。每三到四天，只需要一只蝙蝠来看守巢穴。其余成千上万只蝙蝠分散至森林各角落。蝙蝠猛吞水果，种子被四处撒播。它们将舌头伸入花朵中探测，为夜间的花朵传授花粉。昏天暗地中，由于蝙蝠雄兵的帮忙，未来森林的再生充满了希望。过去一千年来，热带森林已与某些最古老的熔岩流上重建。这得归功于这群最初的拓荒者，不毛之地的岩石如今孕育出丰富多样的生物。森林趁马萨亚火山熟睡时，悄悄地爬上山坡。然而有些残留的痕迹，仍提醒我们生活在火山巨人脚下的危险。有朝一日，这一切终将再度被摧毁。马萨亚火山西部，季风吹拂下，这片土地上充满了令人窒息的火山有毒气体。昏昏欲睡的马萨亚火山，并不如外表般已完全熟睡。
不见踪影的容颜并未完全消失，而是在圣地牙哥的火山口内沸腾着。无论森林、植物或地衣都无法在此地生存，然而等待从马萨亚火山灰烬里破茧而出的生物却蠢蠢欲动。阳光曝晒后的黑色沙地是孕育绿鬣蜥的理想地点，卵于三周后孵化，月球景观般的沙地上产下的新生命必须自谋生路，他们得找到一条离开火山口的路，才能在火山森林中寻找食物和巢穴。在此之前，他们至少并不完全孤单。这群太平洋鹰鸽如何于毒气弥漫中生存，着实令人纳闷。鹰鸽是谨慎的鸟类，它们懂得择木而栖，它们的巢穴没有猎食动物的威胁。熔岩湖形成了垂直峭壁环绕的深水井，每年于潮湿季节他们来此繁殖，于火山口软土壁中挖出隧道。或许鹰鸽就是传说中的凤凰。根据400年前的鹰鸽相关报告，鹰鸽曾经历经数次火山爆发，巢穴遭到破坏却仍存活了下来，他们历劫归来，如今在马萨亚火山口四处可听闻2000多只鹰鸽的叽喳鸟语。尽管鹰鸽的家园不受外界干扰，猎食动物也无法靠近，它们出门时仍相当谨慎。鹰鸽鲜艳的颜色与周围的岩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，一旦成群结队飞行将暴露行踪。因此每天清晨日出时分，鹰鸽便聚集在火山口底部，环形飞往火山顶端。如同蝙蝠，集体行动较能保障安全。
在山峰上，群鸟离开火山口，掠过地面，它们羽毛的颜色在此更具意义。火山同时供给鹰鸽食物及栖息处，它们白日与周围的森林觅食。火山口陷入死寂，阴沉的黑美洲鸠哨兵俯视着大地。历经极端险恶，却仍幸存。黑美洲鸠也在火山口筑巢。这种一夫一妻制的鸟类，只需要一个平坦的岩架，便能养育它们的小鸟。这个非比寻常的家园，适合非比寻常的家庭居住。有些已在悬崖上的隧道入口找到完美的安身之处，不料粪便却泄露他们的行踪。黑美洲鸠早在玛雅人时代便已是死亡的象征，它们早已翱翔于中美洲各火山上空一万年之久。利用暖风和上升热气流，它们毫不费力地在火山上盘旋，不需振翅或发出任何声响。火山上最高的树木成了黑美洲鸠的休憩所及瞭望台。除了利用火山气流，这群清道夫还可从火山上居高临下眺望周围景观。他们能够眺望领土，并侦查方便的食物来源。这群鸟的味觉极差，因此得依靠视觉以确定食物的位置。它们终日滑翔于树木周围的热气流上，等待时机。日复一日，周而复始。黄昏时分，叽喳的莺歌，倦鸟返巢。它们有自己的休憩区，一棵孤立的树，火山有毒气体阻碍了树的生长。返巢之前，它们稍事休息，浪漫的停留将莺歌夫妇与群居地更加紧密结合起来。
太阳下山时，莺歌的叽喳声转为沉寂，昼伏夜出的动物开始出没。日落时分，成群的飞虫在火山口的温热吸引下蜂拥而至。飞虫引来一群夜间雄兵，从熔岩长隧道一涌而出，现身于有毒的火山口上。猎食昆虫的蝙蝠以分队形式展开空袭，他们得在短短几小时内猎取当日唯一的一餐。蝙蝠展现出令人目眩的扑食特技，温热的岩石成了最佳背景物。无视于有毒气体，一心追逐看似无形的猎物，蝙蝠整晚分散于气体中贪婪吞食。破晓时分，日班回来站岗。几万年来，火山已控制了周围的景观。马萨亚火山山路上所有生物的时间所剩不多，有朝一日它们将被消灭，被迫再次从零开始。马萨亚火山上传说中的凤凰已成为真实，生命于火山爆发间在堡垒中复活。大自然从灰烬中聚集力量，将棺材变为摇篮。所有栖息于火山的动植物，必然还得适应更新的变化。从熔岩湖献祭那时候起，尽管西班牙传教士一再警告，马萨亚火山脚下仍旧兴建了一个市镇。这市镇以火山为名，200,000的人口挤在尼加拉瓜，并非最大，但却是最密集的市镇里生活着。远离了地狱的大门，马萨亚镇现在是一个土地肥沃、人类繁荣的地方。与火山距离最远、最古老的熔岩流已转变成富含矿物质的肥沃土壤。多年来，森林已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环绕着火山的田野和牧场。
自开天辟地以来，即已栖息于马萨亚火山的生物仍想占有一席之地，新的平衡关系就此建立。玉蜀黍田并无重大损失，英哥想拿回曾经属于他们的森林，农人将耕作版图扩大到马萨亚火山脚下。然而农耕地和野生土地间的冲突未必总是如此轻易解决。印第安土著清除火山，土壤肥沃，而殖民者却带来新的开采形式。畜牧业占有了火山周围的土地，并且取代了森林。牛只成了城镇居民和火山居民的食物。这些乳牛身上流着的温暖血液，让一个物种得以繁衍。这个物种在火山的洞穴中组成了一个完美的家，如今足迹并已踏遍整个拉丁美洲。吸血蝙蝠与其他种类的蝙蝠分开居住，它们利用熔岩隧道的裂缝、缺口和倒塌的屋顶来躲避阳光。蝙蝠如石像怪般埋伏暗影中，是挥之不去的幻影。尽管再饥饿，悬吊着蠕动的吸血鬼也得等到夜幕低垂时才能外出觅食。他们已磨好利牙，准备饱餐一顿。
每天晚上，蝙蝠来到同一个地点，出席牛的盛宴。火山的吸血鬼已受过良好训练，吸取这些大型哺乳动物的温血，绝无风险。每天夜里，蝙蝠等待牛只躺下。每天夜里，同一处伤口重新被咬开。它们的犬齿是如此尖锐，咬下去完全无痛。蝙蝠的唾液里面含有一种强大的抗凝血剂，能够使血液自由地流动。它们懂得从源头吸取甘露。蝙蝠似乎贪得无厌，吸血已近一小时，腹中多余的水分会从它们的尿液排出体外。它们吸血的同时，能将水从血液中分离出来，如此便能集中消化红血球。饱餐一顿后，蝙蝠身躯沉重，得稍作休息，才能展翅飞起，返回巢穴。夜间稍微放点血对乳牛而言并不碍事，然而蝙蝠却会借此传染危险的疾病。狂犬病可导致瘫痪并杀死整个牛群。少了乳牛和牧场主人，马萨亚火山的黑美洲鸠会因此减少许多。黑美洲鸠这种鸟类已能适应人类入侵著称，它们知道在市区哪个角落可以找到食物。这群火山居民日出觅食，每逢清晨破晓时分，火山黑美洲鸠飞往市区，将人类的残羹剩菜一扫而空。
马萨亚火山的黑美洲鸠已完全融入人类的生活，有些黑美洲鸠甚至一家子只靠市镇的垃圾为生。黑美洲鸠被废弃物吸引，弃火山而去。马萨亚火山若再严重爆发一次，会将一切一扫而空，巢穴、悬崖、森林，甚至市镇，到时自然界所有生物将得再从零开始。如今火山再次爆发的威胁，可从散发出的气体看出端倪。暴风带来纷飞的风，进一步将蒸汽带入森林。含有硫和氯成分的气体随着雨滴落下，它们将侵蚀并腐蚀所接触的一切物体，叶子将一片片皱缩后纷纷落下，干树的树枝将断裂，染红的草不久将恢复为满是灰烬的一片荒野。火山摧毁，但也创造了生命。每一次爆发，即毁坏现有的结构，将大地变为处女地，为新开拓者带来新的机会。永无止境的循环，不久将重新开始，摧毁大自然的杰作。即使马萨亚火山不爆发，也会轮到格林或邻近的火山，因为整个中美洲是由火山所组成的。但无论如何，凤凰必将再次冲出灰烬，展翅高飞。